踢手溜滑梯。好，溜完了吗？溜完了。好了，爸爸，我们要玩，待会再玩，对不对？我们现在要念唐诗，来，空，空，宝宝来，空，我不知道，看这里，空，这里认识的字，宝宝，空，山，松子落，幽人应未眠。换宝宝念来，从空开始来，看这里，空，山，松，子，落，落下来。落掉下来，松子是什么？松鼠是不是就是吃松子？空山松子落，这个松子都从树上掉下来了，落下来。哪一个松子？松子，像这个就是松子，可它没有画它掉下来。来，幽人。这个是掉下来的。嗯，对，是。来，幽。为什么它没有画掉下来呢？对呀、啊，妈妈也不知道哎。宝贝，看这里来，幽。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采药有尺十二尺，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粟。粒粒皆辛苦，为什么又来一遍？对，要不要再来一遍？不要了。要了。等一下，等一下，这样的。来，现在首第九首来，回乡偶书来。少。三三，离家老大回，乡音无可寻毛锥。额头上结不少事，想问客从何处来。对不对？对，第十首，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九月九日呢是重阳节，来读，读。读这阴阳为，狗狗怎么了？狗狗啊，狗狗它痒啊，它烧痒。那它在干什么？哈？它在干什么？它啊，它在喝酒。他喝酒怎么了？因为重阳节那一天大家都要喝酒，然后跟家人在一起，他就闲想他的兄弟在家乡啊，宝宝。哎，宝宝，你怎么又不见了？站起来，你不在妈妈腿上吗？你跑哪去了？我不在这里。嗯，跑开上来，宝贝啊，来上来，你跑到妈妈的脚下了，来，坐在腿上。我要在桌子底下念的。你要坐桌子下面啊？桌子下面怎么念？说。宝宝，赶快起来了！一、二、三。我要在这里。你不上来，我们就不念，我们就后面哪里都不去了。你就在这里一直拱来拱去，或者你可以在桌子下面一直待，好不好？待到晚上，要不要？还是你想去摸？想去摸吗？想不想做下面的事情？那我们要不要赶快？来，对着镜头嘟嘟嘴。好，来。读在宝贝快点来这里来读嘿宝贝嘿读读
在。刚刚什么声音？来，宝贝，来。我是说刚刚什么声音？什么东西？什么声音？刚刚啊。啊？什么声音？没有什么声音啊，宝宝。后面啊。来这里，看这里，宝贝。看这里，宝贝。树也快一点啦，宝贝。嘿嘿嘿嘿嘿，宝贝，看这里来，读，读，读，在。一香为一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更相似，交去片插茱萸少一人。问他们两个出去干什么？他们两个登高山啊，他说登高处，对不对？那他们两个登高山什么意思？就是爬到山上啊，去玩啊，看风景啊。你有没有爬过山？我跟姥姥去过。你跟姥姥去过了。你看这个。对，就像登这个山，对不对？好，来，宝宝，第十一条绝句：古木一针细短膨胀。我小时候也会说话。喂，但是你现在是我小时候会说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这么棒啊！那 eleven 呢？11会不会说 ？Eleven, twelve, eleven, thirteen。哎，幼儿园的小朋友都是说 one, two, one, two, three, four,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five, six, seven, eight, nine, ten, eight, nine, ten。哦，这是一首数字的歌，是不是 number song 吗？对，是不是叫 number song？ 好，来，宝宝来，古木阴中系短篷。杖藜拂我过桥东，沾衣欲湿杏花雨。我们又有一个新的 A 9 10了。又有一个新的 A 9 10有吗？哪个新的 A 9 10？ One, two, three, four 是我们没有学过的。对，那是你在学校学，妈妈不会，对不对？来，你现在，妈妈你会说 one, two。你先学唐诗，妈妈再给你学数字歌，好不好？来，你把这个念完。我是老师。对，你把这个念完，就换你做老师，好不好？来，古木阴中系短篷，杖藜拂我过桥东。你的。沾湿了衣服。沾衣湿杏花雨，吹雁雾。寒。什么？杨。杨柳风。宝宝，寒是热还是冷？冷。冷，对，很棒。而这里有太，只有星星还是冷吗？这应该是太阳，对不对？太阳要下山了，对不对？你怎么知道它是太阳？因为你看得清楚，对不对？如果是月亮的话，是不是就黑黑的看不清楚了？对了，好了，哎，这首宝宝最会的呜一下，猪、雀、桥边野草花，呜一下口去阳间，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没错，很棒。好，来下一首《山亭夏日来》。我的刚刚那个是我最喜欢的。对，为什么你最喜欢？因为那个很漂亮啊。这个很漂亮，对不对？你看，很漂亮。很漂亮哈，真的很漂亮。他这里说乌衣巷口夕阳斜，很漂亮。夕阳斜的话，是快要到晚上了，还是快要天亮了？要天亮了。快，夕阳，夕阳是太阳要下山还是太阳要升起来？太阳要下山。对，太阳要下山，是不是就快要晚上了？对，所以这快要晚上了。宝宝来，好来啊、哦！山亭夏日，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绕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板家唱微一团香。对，我们那天讲楼台绕入池塘，要长一点。哪里要长一点？就这个要长一点。板家唱微一团香。